这是网络，如果是说大家都要一起，对，可以吗？哎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跟狗狗最之间互动最感人的故事啊？曾经发生的。我第一只养的狗狗叫小黄，然后跟我一起生活到17岁。那时候在录，四大天王在录一个节目叫那个《龙兄虎弟》音乐教室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经纪人等我录完，然后就跟我说叫我回基隆一趟。我那时候很紧张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妈妈。你打电话给妈妈，妈妈会跟你说。然后我就到了那个摄影棚外面的那个电话亭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我没有拿到手机，打给妈妈，我说妈怎么？她说小黄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她在等你。哇，我就坐那个巴士，对，在过回家路程当中，哇，一直哭，然后到家里，那时候家里面住一楼。然后打开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小黄躺在那边了，然后眼睛就是那种，半开，然后会出一些哼哼的声音。然后妈妈就讲了一句话，我妈妈不知道什么长辈很会抓住那个点，说出那句话就爆，就整个爆哭了。我啊，像那个小黄，把哥哥回来了，小黄在等你。哇，讲了这句话之后，我疯掉了，整个爆哭了。然后我一直摸他，摸完之后，他就闭眼，就是好像正在等我回来一样。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。是吗？然后后来，我不知道是我妈妈自己幻想还是什么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客厅我房间是没有门的，我是可以看到我妈妈在客厅看电视。我那时候睡觉，然后就突然间听到我妈妈讲话，我吓一跳，我就偷看，然后我妈妈说：“小黄，你回来啊！”因为我们家住一楼，会听到狗钻那个铁门，以前狗会要出去都会钻那个叫什么？铁栏杆，会这样钻。然后我就是听到你回来啊，什么哥哥你滚啊什么的，我整个傻眼呢。你妈妈有看到？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。然后后来早上我要上课的时候，我就问我妈，我说妈，早上刚上工位，我小黄瞪我，然后小黄也回来，然后说他怎么来找我？他说不要让哥哥就是看到我又哭什么。对啊，这个虽然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但是我们妈就不可能一个人演啊。我在睡觉嘞，我妈妈演那个戏干嘛？是做梦。我妈妈在看电视，她在看港剧，看真情，我印象超深刻的。真情，大众影视租的大袋。真情。她那刚好是小黄走。去了。最近比较爱看你跟 Yuki 之间的互动。Yuki， 因为 Yuki 其实她也算，应该不算了。她是因为我朋友，她没有办法养。他以为他可以养两只贵宾大巨型贵宾，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他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想不想再养养看狗狗？”这样，然后刚好我们家那时候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狗狗住的，所以我那时候也蛮矛盾的，说：“对哦，如果我没有要养狗的话，我干嘛要有一间给狗狗睡觉的地方？”然后我也回去想了一天之后，就觉得：“那我来试试看。”然后就。有这个缘分接触到 Yuki， 两个人都在叠对叠，叠对叠，然后两个人在演恐怖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现在靠朱碧石会害怕，要靠朱碧石照。我已经叫朱碧石离开了，搬出我家。最近不是演间谍片吗？间谍片没有，他最近是往那个长廊叫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哎呀，他看到什么？不懂，就一直叫，而且我还看监视器哦。小黄又回来了，不是，他已经投胎了。他那个叫的感觉好像是真的，有点怪异，就是会这样跳起来说哦那种。可是有人来拜访你？没有啦。然后后来就，因为狗狗的耳朵跟嗅觉是很敏锐的，所以有可能是我踢听的那个，有管理员来修理或什么之类的。那演唱会在？7月29、30。对，现在有准备 special 要送给他。音乐的前置都弄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也把观众票选的要唱的慢歌都已经整理好了，然后也做好了整个那一 part 的整理串烧，也蛮多首歌是很少在演唱会唱过，因为我不知道那首歌怎么会突然间是观众最想要听到的歌曲，不能讲。
我那个时候到现场观众听到。大概选了几首出来？总共慢歌一共有二十几首吧，二十几首串在一起，串在一起，不是整首歌，二十几首。你会担心自己又那个撞到脚之类的？我这次没有那个，这次没那个，把那个环节弄掉。他不让我飞，我想飞，不让我飞。你想飞到哪？不，就是我想要弹跳。哦。我很喜欢弹跳。是哦，那这次没有了。但那上次不是故意的，那就是他们也不想。对啊，所以也不能怪人家。那这次用什么来取代？这一次的哇，我们这次的演唱会的 2.0 其实跟新的是差不多的。然后不管是慢歌有啊观众投票之外，快歌也做了很多的改变，跟上一次的基本上7%会有差不多40%会不一样，40%不一样。然后服装也变，然后整个是舞台的视觉效果跟硬体软体整个做了一个很多的变化。就是我可以跟后面做一些呼应，跟大荧幕。那上次的舞台膝盖受伤空间，那个现在还 OK 吗？现在 OK 啊，现在 OK 啊。胫骨都没有。胫骨。对。这样摸，现在摸不痛。你刚刚说你有练成了6块肌，这是在演唱会上面才会出现。我不会露啊。那你练干嘛？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看。我练干嘛？就是哇，我现在40几岁，哎，我身材还是可以的。哦、真的、哦，对啊，洗完澡看自己的身材是什么感觉？蛮开心的、啊，一边擦保养品的时候就。你是说全裸照镜子？镜子只能照到肚子这个地方了。我家厕所不是全身照，不是全身镜。那最近除了自己欣赏自己腹肌，还有人有机会欣赏吗？人？别人有机会欣赏？没有，欣赏不到。完全孤芳。Yuki 可以。对。嗯，他看透透。那最近有没有新欢？没有。最近没有谈恋爱。没有。想谈恋爱，也没有什么复合的消息。没有啊，没有新手环吗？新手环，这个、啊，你看我今天戴金的呢，哎，代表什么？我都有。没有那个，我戴很久了，我2009年就开始戴了，就是资深的记者应该就看过我早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小 A 就知道作证，作证。资深的，下一个啊，你也资深，还是没了。我以前超带，我以前超带。你现在能接受新的感觉？因为我以前有带跟他们品牌有合作过一日大，就那个一日大使，对啊，所以以前就超喜欢。哎，你这是贵的耶，赚还用说，还用说。刚讲好的，没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们走吧。活动相关的事问一下，有网友。手练习一样会不会有互动？会觉得很无聊。我觉得、网友就喜欢什么都要聊。哎、欸，你打算单身到几岁？单身到几岁？对啊，最近都不想谈恋爱。还是你已经开始可以稍微可以谈恋爱了吗？我就先工作喽。现在工作狂还不够、啊。工作狂吗？不工作了。还钱就够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没有，最近都没有遇到心上喜欢的人对象。对啊。妈妈也没逼。你这句话怎么意思？妈妈也没逼。我只是一边抓痒而已。好啊，妈妈有，妈妈没有逼你。对啊。哦。妈妈。妈妈开玩笑，真的是怒将啊，资深记者。还没有想到那件事，吓坏了我。真的啊，我真的吓坏了。没有没有，妈妈。哎，我对妈妈没逼，我也讲很奇怪，妈妈没有逼我。不会啊，不会，有 Yuki 啊。Yuki 其实他哇，他那个帮了很多，其实。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让这个家变得，因为我以前我是家里面有极度洁癖的一个人，就是不能有毛发，就是你说你看我脱毛嘛，对不对？我不允许有毛发在家里，或者是有任何的零食碎到满地都是。那因为他的加入之后，就是感觉这个蛮有温度的家，回到家会有他的玩具在满地啊，或者是他咬的。然后现在不会，他现在不会，哎，那而且主要是他又不掉毛，那也没有
没有臭味，所以我觉得刚好他也是懂洁癖的。你一天遛狗几次？一天呐、啊，一天一次啊。他是在家里大小号。哦。啊、他主要是对，他不是出门，因为下雨怎么办？你们家是皇家大规矩。因为他有一个地方是大小便的地方。如果你出去工作很久没回家，他会生气。不、我会让他去那个他朋友家。哦，他有朋友，他有说他要办 party，、啊、他有很多生日会的，甚至社交生活有、哦，那社会化的狗狗超强的，他是他们那个那一群的那个班长，嗯，有时候我还要帮他排通告嘞，他说他朋友生日，怎么他哪一天要去，我说哦，好，跟你是主任是一样的道理，对，都送去小庄那边，你家一群，今年会发新专辑，单曲，录好了。录好了，六月一号，六月底哦，六月底发，六月底发，然后他们演唱是朱碧石还是罗志祥？罗志祥啊，罗志祥啊，碧石已经发完了，我知道啊，他先回泰国了。啊，然后你喜欢他？还好，我真被那个水晶给炸疯掉了，就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跳这支舞，然后一直传私讯，咚咚咚，然后一直让我看他们跳什么，而且他每一个很多人都跳得很用心。就是不管剧情也好，装扮也好，弄得很好，就挺好。蛮可爱的，朱碧石最近还在赚钱。哎，有啊。朱碧石最近有赚。有啊，就过几天有一个。真的、哦？嗯。广告。比广告厉害吧？是。对啊。所以又会见到你妹。再最后一次出现，就是不见。还有一次，对，好像之前是有一个录影的节目，后来就到现在都还没播的。啊，是到底发生什么？后来跑去当兵了，然后节目就没播了。都不知道，我也觉得很奇妙，你知道？就是关那个粉丝有问啊，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、啊，因为人家就刚好去当兵，然后他个性就是一个比较，要做到最好。然后他当面没办法剪辑嘛，所以就等他咯，剪片了、啊、剪辑，剪怎么说后置，对，他亲力亲为，我不懂，要问公司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